将你的意念跟着我。我们的意念中随时存在着正念与邪念，而在那个念与念之间，就织出了无数的缘与业。沉淀你的心，让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。或许你就是能在这万象诸法的世界中，唯一能参透天机之力的。虚幻之境是所见自己熟悉在这幻境的体感，我们不取兵，一直以来与参观正务寺势不两立。藏了一段渊源，成王败寇，谁是谁非，就由你自己评断了。
将会见到太岁城之战的片段，所有的恩怨情仇，太岁城之战是一切的开端。所以太岁城的一切你自己慢慢体验，我会持续做法引导你归来。已经无法回头了，一切如同你我的约定。如果你还听得见，接下来我会继续履行我的诺言。那就是碎梦界的魂灵破片之一，去吧，跟随他的脚步，你就会看见。真是废了你们，连个老头儿都对付不了吗？还不快点解决他！有我邢刚在此，你们这群背叛者，我不会让你们苦活的。什么背叛者？放话连篇，杀了他！就能上得了我吗？太岁城的丹必须永远沉睡，别为你们丑恶的企图找借口。这老家伙明明就快死了，竟然还能伤了我几十个兄弟。怎么了？没人敢上吗？
让您快醒醒啊！您，您连我都不认得了吗？是想拜托你，让开！谁敢阻挡我们东道与士兵的去路？到此为止，前面是我们会全民的禁地。如果东道与不是为了丹而来，为何擅闯禁地？住口！拦阻我们东道与的去路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这怎么回事？干什么东西啊？转腰，横竖都是死路一条，兄弟们上！可恶，一定要阻止他！
陛下，你到底对陛下做了什么？万茜，约定并不是这样的，他不该承受这咒诅，将陛下的元神还给我。山徒令阁下，天月君为了班浪的如此下场，完全是他自己阴影故事。住口！叶满杰，是你设计了一切。万茜，你难道忘记陛下对你的情意了吗？神风太踏永镇守，护我百姓永安康。敲锣啊，击鼓啊，今天可是好日子。海神马图萨娘娘神灵保佑哦，保佑我们不受浊流侵害哦。怎么回事？这荡仙庙
就由咱们缥缈帮收下了。什么事啊？吵吵闹闹的，真不像话。报告老大，缥缈帮的船撞上港口，一群人都在闹事呢。哼，缥缈帮，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在这儿闹事，罩子也该放亮一点。风无常，云无相。
在这儿闹事，罩子也该放亮一点。风无常，云无相。没有想去的地方吗？少许的费用就能节省你不少时间哦。没有想去的地方吗？少许的费用就能节省你不少时间哦。神与妖魔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呢？
怎么老是遇到些没神性的？麻烦。Thank you.
怎么老是遇到些没神性的？麻烦。老是遇到些没神性的，麻烦。老是遇到些没神性的，麻烦。
泡着温泉解解乏，之后再上路吧。泡个温泉解解乏，之后再上路吧。
学完就有种想找人试试的冲动，对吧？之后还要常常练习，这才叫学习哦。